哎，好啊，有人让我说说这个许章润呢，这公开信呢，我也就不给你读了。这个在网上都能搜到，或者你在 YouTube 上搜各种许章润的那个，都有人给你读啊，有些人专门给你翻译完了读啊，挺厉害。哎呀，文言文，我谈谈我读完以后啊，看完以后的感想嘛。第一呀，我疑问；那第二个呢，我呀有些东西也证实了。首先，疑问呢是什么呢？是这个许章润从头到尾都在说自己委屈啊，一定要反共，一定要跟着集权斗争，与这个清华校友啊一起来这个，一来抱团取暖。但是他从头到尾也没把这个事情经过说清楚，这是我疑问啊。他这次啊这个被抓，主要是说他嫖娼啊，那这次经过。如果按逻辑上说，你如果是没有嫖娼啊，你是被冤枉的，你会什么？想尽一切办法跟大家说清楚，我是被冤枉的。我把这个经过给你说说，共产党怎么冤枉我啊？我去了那个洗浴中心啊，找了小姐，那小姐是不是本来就给我按了按，是吧？没有插入，然后他们怎么安排的一帮人啊，诬陷我，都该说呀。这才自证清白嘛！既然是共产党，对吧？你说共产党诬陷你，那现在让你说，你公开信都能发出来，你把这个事实经过说一说清楚，我们外边人知道，是不是也替你伸张一下正义啊？我就是一个老百姓，我就看这个事儿。你说这个合不合乎逻辑？如果你没有嫖娼，然后你被人家诬陷了，啊，你再拘留7天，你不让你说，你可以理解。你现在都出来了。而且你可以跟全球华人，还有你那帮清华校友，好好解释解释啊！我是被诬陷的，你们一定要相信我。这公开信里没有一句话，没有一句话，没有一句提到了什么他被诬陷，没有一句提到了他嫖娼这事儿。那是许章润大度吗？哎呀，诬陷我就诬陷我吧，以后历史会证明我的清白，是那样吗？是那样吗？你千万别把这个咱们老百姓想太傻了。我觉得许章润呢，你别以为自己是知识分子，天天拽这种文言文，把中国人都当傻子，是吧？连那嗯啊哈哈就那种博士都给你能翻译过来，都给你弄成文言文。你别说其他老百姓了，咱们谁不知道你想说啥呀？我觉得你就跟老百姓啊，踏踏实实的交代。那我到底那天发生了啥？对不对啊？发生了啥？怎么个经过？你既然都可以写这个叫什么公开信了，那你把这经过说一说吧。那等于是共产党也让你发言呢。你这东西出来了，不也说出来了吗？说出来了，你就把事实给我们说。我就想知道，许章润呐，你到底嫖没嫖娼？你他妈反共我没兴趣。他妈世界上反共人多了，美国国务院那帮玩意儿，美国国会那帮人从头到尾都反共。不多你一个，我就想知道你嫖没嫖娼？你这事儿闹出来不就因为嫖娼吗？这是我最大疑问。你看，我是说逻辑没毛病吗？他要是没嫖娼，他会拼了命解释，拼了命的上诉，拼了命跟大家解释。你说共产党不让你解释，那现在你他妈是你公开信都能出来，反共的公开信都能出来，你有什么不能解释的呢？啊，冤枉你自己你不解释。让我们猜你到底嫖没嫖娼？那我最后啊，只能给你一个结论，我也给大家一个结论。大家评评理，反正咱们这华人智商都不低，是不是？看着明白，这种文化人不也看明白吗？他就是嫖娼了，这是我得到一个结论，也确认了。这公开信一出啊，就确认了他嫖娼，他不好意思再提这个事儿。你看这公开信从头到尾都说自己受委屈。极权主义怎么不好？自由民主怎么好？他妈用你说呀，用你说呀，不用说那些，我就说你为什么不提嫖娼这个事儿？是不是想淡化？是不是和那个当时这个叫什么嫖娼失联的那个香港那个，也跑英国那个人差不多？他也从来再也不提嫖娼这事儿了，对不对？人家有证据啊，他没法抵赖。他天天就说什么共产党极权不好，我们要为香港民主自由。就是专门找个壳，民主自由的壳往里一钻，把这个嫖娼事儿给淡化过去。不是说你嫖娼不行，
你把事儿给我们说清楚，支持你的人，你这帮校友是不是也想知道？徐向润，你嫖没嫖啊？你要嫖了，按大学教授来说，你嫖娼那算违法，清华大学开除你不冤，你得给清华大学一个交代。你这么大一个教授，你不给人学校一个交代吗？那看来是有证据证明你嫖娼了，证据只是因为脸面问题不想对外公开。你难道想让 YouTube 全是你嫖娼的画面吗？不画在这儿了吗？你给清华大学也得给交代。你现在弄得好像清华大学冤枉你，冤枉你们这帮文化人，故意给你开除似的，是那回事吗？你不提了，你不提这事儿就没了吗？我就想知道你嫖没嫖娼。那你这个公开信一下让我之前的判断又证实，你就嫖娼，逻辑上说你就嫖娼。你要没嫖娼这么大个事儿，你怎么可能不解释呢？一句话都不提呢？弄得一群他妈吃人血馒头的，天天指着你这话题，天天在这批评共产党，指着你吃你的人血馒头呢？许章润还不知道呢？我支持许章润，许章润因为嫖娼被抓，还没想明白啊？许章润呢？还校友呢？还清华毕业的呢？我的妈呀！清华都智商这样吗？我现在瞧不起，我真瞧不起。你对不起你这帮校友啊，还给你这个捐款给人家，人捐款是冲你这个人吧？那你是不是也得对得起这帮人？你跟人说清楚了。另外，你那个母校什么清华，人家到底是开除你什么原因呢？是不是因为嫖娼？你给我们解释清楚，你不解释，那我只能理解你就是嫖娼了。我的理解啊，我这个粗人，我就理解你嫖娼。咱们网友自己从我下边留言，你自己。讨论讨论，我认为就是嫖娼，他没嫖娼，他就是过一个农村妇女，要没嫖娼，被人诬陷成嫖娼，那出来以后第一件事在全互联网上那公开信写啥？我没嫖娼，当天事儿是什么情况？几点几分？我在哪儿哪儿哪儿？我洗浴去了，我搓澡去了，结果那女的进来把衣服脱了，然后我没查住，然后他妈警察就进来了，是吧？被录像了，怎么怎么样？这么个解释才是正常的，你也不解释。就说共产党欺负你，怎么欺负你也不说，让大家猜。所以我说这个肉筋筋像他妈个滚刀肉似的，这他妈是文化人。你说你装那个逼样有啥用啊？还立续个胡子，好像他妈的逼全中国都欠你似的。不就嫖个娼吗？欠你个鸡巴！拘留了7天了，你他妈在拘留所里边也没说啥呀？怎么出来以后就他妈这样呢？操，好像他妈全中国都欠你似的，全世界都欠你吧？自由民主伟大呀，伟大个鸡呗！你到美国大街上喊自由民主，人当你是傻逼。我说中国这帮文化人是不是都跟傻逼一样？跑中国来喊自由民主，到美国喊是傻逼，到中国了也跟个傻逼一样，一天精神病一样的。哎呀，巨婴！我觉得这帮清华的就像巨婴一样。说白了，这个拿住了自由民主啊，共产党就不能把我怎么样。我就是他妈正义，就可以骂你共产党。哎，共产党好坏咱先不说，你把事实弄清楚，中国人民会给你个公正。你把事实说清楚，是不是？你他妈也不说，你这要让清华大学怎么弄啊？你还母校，支持你这帮人怎么想？以后怎么想？你嫖娼就承认，我他妈就嫖娼了，我自由民主我就嫖娼，我爱自由民主，是吧？我爱自嫖娼。我爱自由民主，我爱嫖娼，是不是？挺押韵哈，是不是？你把话说出来，是不是？那支持你的不也清楚了吗？你怕什么呢？你是不是？所以你怕呀，我就认定你肯定嫖娼。你要想堵住我们这些嘴啊，你就把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，赶紧的、详细的给我们啊整一篇啊，叫什么檄文。然后让某一个女的专门给你翻一遍，用文言文把你那天晚上经历的一切啊，查没查入倒无所谓了，经历的一切啊，用文言文给我们说一遍，我觉得会非常刺激啊，点击率会很高，对不对？是吧？什么什么春暖花开，然后什么门一开，是不是挺有意思？你有些人喜欢文言文啊，喜欢两口子一起研究研究这种。吟诗啊，作对是吧？
也挺好。我们呢就是粗人，我们这个大老粗是吧？我这帮观众是不是就喜欢实称的？你就告诉我们吧，那天晚上发生了啥？我们给你评判评判，看你到底是不是是吧冤枉的？共产党到底有多邪恶？是不是你他妈也不说，就天天骂共产党？我就为了自由，你这不还是糊弄老百姓？谁支持你啊？我告诉你啊，现在支持你的都是一帮什么要吃你人血馒头的那帮吸血鬼，等着你呢啊，许章瑞，等着吃你的人血馒头呢，你还不知道呢？还把他们当成伟大的自由斗士呢？那帮自由斗士露着獠牙，牙一露，那吸血鬼那样子一出来，这等着吃你的血呢，许章瑞。你现在唯一能救你的就是把那天晚上事儿写清楚，写清楚，让我们全部曝光在阳光下，让全部网友好好看看到底发生了啥。但是如果你不敢，我们的逻辑只能证明什么？你许章润你就是嫖娼了，清华大学没有冤枉你。那我也希望你给清华所有的校友，你给清华大学啊也一个交代，是男人就给清华大学一个交代。你是嫖娼了，嫖娼被开除了，怎么能怨清华大学呢？是不是这个道理？你那意思别人嫖娼他不抓我，那你他妈也是嫖娼了呀，你还是嫖了，你对得起你媳妇吗？你不能跟别人比，别人那人家那什么什么比呀？你先看看你自己嫖没嫖，我们就想知道这个，是吧？许章润不用留那胡子，弄个照片好像他妈的共产党把你怎么地了似的，没啥用。21世纪了，那种东西没啥用了，都他妈八九年那帮傻逼学生天天玩的那一套，现在中国小孩谁看你那个呀？像傻逼一样，真的，你那照片到美国都是像傻逼，到了外国你天天喊自由民主，人当你是臭傻逼，傻逼中的战斗机。话粗啊，我这话粗啊，是怕伤你们知识分子的心，但是你嘛，你把我们老百姓当傻逼了，我就得骂你。哎呀，清华这帮校友啊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岁数大的一帮人给你捐款啊，我觉得清华现在年轻孩子都能看懂这个世界的事儿，谁不比你傻是吧？谁比你傻？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啊，像说没有什么隐藏的东西，都让你开口了，公开信都说出来了，反共公开信都能说出来，你有啥不敢对我们所有人说的呢？嫖了也就嫖了，你把那晚上事儿说了，我们还当你是坦荡荡，是不是？犯了错就犯了错吧，那天晚上是吧，硬起来了就想他妈的想解决一下，你就去嫖去了吧，是不是？那也行，是吧？也行，我们能理解，是吧？你共产党因为这个事儿弄你，那你是吧？我们也理解了，你他妈也不输，操，是不是？弄得好像全社会都冤枉你，全世界都对不起你，到时候你对不起我们，还是我们对不起你啊？你现在能不能对得起你媳妇儿？能不能对得起清华大学？你得交代清楚了。我是个粗人，我就想知道这些，至于你他妈怎么反共我没兴趣，你都反了这几十年了也没看你反成啥，在家慢慢反，看你媳妇能不能跟你一起反了。现在说的我够清楚了吧？另外啊，天天指着许章润吃饭那两口子那帮人啊，轻点儿，轻点儿，别上去就给人血吸干了，吸干了没啥好的人呐。啊，你还没孩子呢，给自己家孩子留条后路，别生出来没个屁眼儿。人活着一辈子干啥这样啊？就缺那点钱呢？像吸血鬼一样上去就吸，许章润怎么怎么样啊？被共产党怎么怎么样了？你知道咋回事吗？许章润都没说，你知道？给自己家孩子留个屁眼吧，别生出来没屁眼儿，能不能生都一回事呢？是不是？实话。你反不反共，人得讲良心呢，别把老百姓当傻逼。还是你再他妈的会写文言文也是那回事儿，你他妈不告诉我们那晚上经过，你就嫖娼了。